卤鸡蛋放大1200倍真的会致癌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微观小韩。昨天有个宝妈给我发私信，卤鸡蛋小孩子到底能不能买？想知道对孩子身体有没有危害？一粉丝要求今天我去超市，一块钱买了一颗卤鸡蛋，取好样品，通过显微镜放大1200倍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卤鸡蛋的汤汁，可以看到有许多黑色的杂质，其中有食盐、酱油和其他调味料。卤鸡蛋在加工过程中会添加许多硝酸盐，经过发酵以后，就很有可能转变为亚硝酸盐，而亚硝酸盐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致癌物，如果吃 太多很有可能会在肠道和食道部位滋生癌细胞，同时卤鸡蛋有较多的单宁酸，这个物质会消耗我们体内的蛋白质，影响孩子骨骼的发育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，请给你身边的宝妈看看，谢谢。